Thanks, Tears. 谢谢。我就不想用那么悲伤的歌当最后一首，然后而且听过我表演的人都会知道我的最后一首是什么歌。我不管去哪里都唱同一首歌当 ending。这首歌就是张三的歌，终于有一首你们会的了，很好。对我来说，就是在我旅行的时候，我觉得张三的歌是一首旅行的歌曲，因为我要带你到处去看一看，那我们要飞到遥远的地方。那后来我就定居在台湾嘛，然后还搬到花莲，然后就很少到处跑了。对了，还是有去几次印度，但近几年就真的很少做这种很长期很长程的旅行。那后来我再重新唱张三的歌的时候，就发现这首歌讲的应该是，因为我很喜欢它里面写就是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，也就是也许有些时候你需要移动才能够得到自由自在，但也有一些时候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已经很舒服了。所以我的表演都会用这首歌当结尾，那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张三的歌。居然就是可以听我的歌听那么久。好哦，那我今天的表演就到这边咯。然后我叫海小姐，这是个艺名，然后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我就叫我小海就好了，就是朋友都叫我小海。然后那时候他们说小海当艺名真的太，你知道，没有感觉了，所以就叫海小姐。
那很高兴你们今天可以来到这边，然后让我们等一下就休息一下，就可以期待就是下一位歌手。哎，这应该是主持人的工作吗？OK， 谢谢你们。下课，我们再次谢谢海小姐带来精彩的演出。那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左右，大家可以利用十分钟上洗手间，或者是逛逛铁花村的铁花霸、铁花好店，还有我们周边的假日慢市集。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还是有几件事情要宣导，就是除了喝饮料的时候可以暂时将口罩拿下，那请喝完饮料迅速带回口罩。那我们的座位都已经固定，所以请勿擅自移动，也请勿并桌。那这两点呢，一定要务必的配合。那如果有垃圾的话，在我们洗手间前方有分类的垃圾桶，如果有空瓶就帮我们拿到侧边的吧台。那我们就休息一下，下半场即将要上场的是拉卡乌帽，谢谢大家。